写作业，我放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。谁让你们唱歌的？作业都写完了吗？算下一步一步的音乐，我们忍不住跟着唱了。哼，教室里哪有暗杀？还想骗我？罚你们再写十套试卷。不要，小朋友们，快告诉严正老师，真的是暗杀阿姨在捣乱了。暗杀阿姨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次我不捣乱了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写作业。螺蛳粉臭豆腐臭鳜鱼，我摆。啊，好臭啊！你不是说要写作业的吗？吃饭就是我妈妈给我的作业呀、啊。喵喵喵，消失。嗯，好臭啊！小徐、小贝、大宝，你们故意和我作对是不是？都给我叫家长！是暗杀阿姨，真的不是我们。孩子们怎么总说是暗杀捣乱？难道真的是我冤枉他们了吗？唉，我还是回去看看吧。我又来了，这次玩什么呢？还来啊？我们被你害惨了！哼，谁让你们不陪我玩的？那就谁都别想写作业。居然真的是你在捣乱，暗杀！对不起，眼镜老师，我只是太孤单了，想让他们陪我玩。那你也不应该打扰他们写作业啊！对不起大家，我现在就走。暗杀阿姨，你别难过了，我写完作业就陪你玩。还有我们，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习暗杀阿姨，打扰别人写作业哦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